弹奏拇指琴和手语演出，常召社区班学员分享学习成果，岁末祝福也见证救人一命无损己身的力量。希望说借这个机会，其实让大家知道捐赠骨髓这个部分，其实你看我都还好好的啦，人也都很健康哈。所有的一切的善心善行，一定要力行，这就是力行的结果。捐钱救人，无损己身。场外素食市集，志工透过游戏鼓励民众参与骨髓干细胞验血建档活动。在满满人海之中，我们要找到跟血癌患者能够配对到的几率很小，所以我们呼吁大家哈，赶快来建档。资料库的档案越大，我们配对的几率就会越大。挥毫赠春联、义卖盆栽和手艺品。年味十足，邀约大家一起来共善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三中、郭金宪、黄丽友、宜兰报道。